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那我就送你见佛吧。说的妖王孙悟空，个怎么这么小啊？个子虽然小，妖气却从没见过这么大。你百年难得一遇啊，真是不亏我没吃饭就赶过来啊。穿成这样唱大戏啊，好可爱啊。还老皱着眉头不开心呢、啊、不开心？俺想跟你玩玩。哎，不是说过的吗？他是我的。老规矩，谁赢谁先来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生气了？哎，别傻了，别傻了，过来啊。喂，俺赶时间啊，俺先上来啊。兽啊，始终只是个风口，就该给人踩在脚底下。看到了，脚穿了。脚穿了，我的脚啊。喂，谁来帮帮忙啊？帮什么忙？帮我把脚一开。早说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应该早说吧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帮我把脚一看。为什么不早说？一看啊！Thank you.
不错啊，今天玩得很开心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只是玩玩嘛，我也很开心，我先告辞哦。啊。